上来说，嗯，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他的营养非常的好，他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好，他的成熟期也会提前，他的衰老期会错后，那不是越来越长寿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现代人就是这样，长寿了，而且这个期间他的就他的所谓这个叫我不知道叫什么的活动期。他大大的延长了，对，比如说他11岁他就性已经成熟了，一个女孩子完全可能，嗯，哎，但是他的这个更年期呢，他的绝经期呢，已经从，现在农村里头40多40刚过就绝经的都有，他由于营养太差，由于这个、或者还劳动太苦，或者还有什么污染这些东西，那么他有的到了50几，这种特例呀、很多，嗯，你比如说也还有那一面的特例。哎，好像60、70了，生一个儿子。嗯，有吧？这个有、世界上最老的记录现在已经到70了，好像对，70岁生一个儿子。你看王老师身体就好嘛，11岁就迷醉在爱情之中。现在王老师看到就这个，咱转点向啊。这个我说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精神上的，是。咱们刚才讲了生理太多了，是。咱讲精神，讲这个精神呢，我给你们提个话头，有个著名的纪录片就讲现在的小孩，说他呀受社会的沾染，就说这个精神思想上有没有成年化的这个痕迹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哎，爸爸是警察，请爸爸是警察，吃饭还不讲话呀，爸爸就是班主任，还要一点吧。你妈妈去公安局。哎，是不是啊？警察是干什么的呢？警察。嗯。交警也给收馒头钱。交警。交警收钱的。哎。你看见过交警收钱没有啊？看见呢。他怎么收呢？我的手，我的我的干爹他是交警，他收了个车子。真的啊？哎。在哪里啊？那如果给你的钱你收了以后呢，是交给你的领导还是自己拿回家呢？嗯，交给领导也分一点，都分一点。哦，如果你不分自己拿回家行不行？不分。哎，那不行，那我的领导没钱怎么办？哦，源自百岁山160米深岩石层，流经数百年，蕴含天然矿物质精华，水中贵族，敬品百岁山。王老师，您现在的身体是能生儿子，但不生了，对吧？别着火，但是还关心孙子吗？过，这个不是刚才我看那个呀，嗯，我都觉得是这样。其实这个也不新鲜，就社会的一切在儿童里都有反应。当然，我在那个就是50年代的时候，我听这个老干部做报告讲话的时候，就讲到。说是就是在这个延安的时候啊，已经有这种情形。小孩比说我爸爸有警卫员，那个时候我爸爸没警卫员，可是我有一匹马，我爸爸上哪儿去都骑马。现在比的是宝马，现在比宝马了，没错。他是说这个，而且当时他是做报告的人是作为非常愤慨，说怎么小孩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呢？我们应该都是这个无条件的这个为人民服务嘛。哦，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，大公无私的嘛。小孩子就弄这帮的这个，好像小兔崽子，就他用骂街的话，弄这帮小兔崽子议论这个，一点都不新鲜。我还可以跟您说这个，不但这个不新鲜，比如说，小小的一个班里头，他有班干部啊，嗯，他要当班主席，当什么课代表。当什么少先队的队长、副队长，已经开始类似的这种，就是潜移默化，潜移默化还是潜规则呀？嗯，潜规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必须赢得班主任老师的好感。你只要赢得班主任老师的好感，你就有希望，你就
你不能说对他的利益一点关系没有啊，到时候什么评三好生啊什么，他有好多东西。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咱们刚才谈性当然可以谈，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一下，就是现在的少年儿童他们整个的生存环境。没错，哎，刚才您说那套路是吧，是最可怕的是发言的时候拿着稿念。对，哎，小孩也拿着稿念，是吧？您比如说那个政府工作报告，那内容太多，您没有稿子，您说到那儿记一讲话不行。是，哎，这个我们都理解，我们没要求说总理您到那儿记习，你就凭记忆给我们大家讲。数字怎么办？那数字怎么办？哎，可是小孩开小组会都没人写一个稿，就是类似的这些事情。还有一个我更担心的呢，就是儿童越来越没有游戏了。是，是吧？真是，你说现在的这个孩子啊，真是不一样。跟那个就穷的时候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他们说现在上海的这个小孩啊，尤其是一些家境不错的子弟，是点什么高级餐馆，如数家珍。可是你以为他快乐吗？他不快乐。我给你讲讲，你看他们列了一些，一个家长给孩子报，除了这个。说什么英语竞赛我学我行，我还给孩子报了数学中华杯，给孩子奥数，爸爸陪着一起上奥数辅导班，什么要英语四星考试，然后是基础口译，什么叫小五班，你知道现在的初中已经设了一个五年级，就是说你要想考我这个好初中，我先给你小学五年级就先上班，不是，我这个初中给你设一个我的提前阶段，就跟预科似的，这都是加出来的，让他读。然后你看这孩子的这个感言，这还是个富家的孩子，说苦啊，真苦，但是现在不苦，将来怎么能开上奔驰呢？我喜欢加长版的车，但我老爸买不起，没用，就是小时候没像我这样苦过，所以要想得长远。我可不想将来跟我爸妈似的出个远门旅游，还坐经济舱住经济酒店。当然，如果你能采访到教育局长，能不能让他多办点重点中学和好大学呢？这样我就能轻松点。因为他这个生存环境，是他是苦啊还是不苦呢？不是，现在还有一个说法，我觉得我反正挺害怕这个，叫什么呢？叫开发学前儿童智力。嗯，是还成立了研究所，好像还是在正经的部门呢。嗯，这个，您说您要这孩子刚五岁就开始开发他智力。当时我认为他的这个，如果说他的人权最大的人权就是玩儿。不过现在我们中国就是习惯把孩子过早培养成人精嘛。人精，你不觉得吗？就将来全国都人精。没错，都是八面玲珑，人情练达，一个个的。对啊，就我们按照我们的模子来。